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2C 义工团的 Cici， 今天很开心能够参与到 C2 台的第一个自家节目。等一阵间呢，他们的C2 的核心会员呢就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在 C2 团的一些趣事啦，同埋做 C2 的一些经验分享的，大家拭目以待啦。好，不如我们现在一起入去看看今天的拍摄情况啦，跟我来，你看看。哇，这一班就是我们的 C2 台的核心成员啦，你看他们多忙碌。今天呢很开心他们为了这个节目能够给到我们很多的支援啦，幸好有这个 studio 啦，还有他们很忙地执着他们的东西啦。大家看看他们已经是一路准备着等一阵间拍摄的情况啦，不如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在准备着什么啦，好吗？看看哦，原来呢他们准备等一阵间的花絮采访，还有哦在这里化紧妆，一部分的人是啦。Hey, Tracy 啊，今天呢我们很高兴地完成了今天这个自家制的活动啦。今天你有什么跟我们分享啊？大家好，我是 C2 四仪义工团的 Tracy， 今天能来到这个 studio 参加 C2 台的第一次的活动，觉得非常的开心。因为在过程经验分享当中呢，我看到核心C2 的核心成员他们的成长，当然我在今天的工作是拍摄，看到他们大家在成长的同时，我也看到自己在成长。因为呢 C2 四仪义工团这个大家庭在过往当中呢帮助了很多的非牟利机构，所以呢我觉得 C2 四仪义工团确实是一个为社会做出很多贡献的一个团体。是啦，都觉得这个大家庭呢其实是很温暖的。那那 Cici 今天你的工作是做什么呢？今天呢我负责摄录啦，同埋做一啲嘅花絮司仪嘅。咁嚟到呢个 studio 呢我都觉得係好开心啦，同埋呢度原来好大㗎喎。咁我哋有唔同嘅环节啦，可以呢感受到 C2 义工团佢哋嘅工作嘅岗位同埋服务嘅对象。而且呢佢哋分享咗好多嘅心得俾我哋啦，咁我都希望呢将来能够运用到嘅。是啊，因为今天来到这里呢看到 C2 核心成员的过往成长的分享啦，都觉得这个大家庭呢其实是很旺的。那现在站在我身边的是以汪，他也是 C2 的成员之一。那现在我来采访一下他今天的工作是什么呢？大家好，我是以汪，我今天第一次很幸运地参加到 Board Members 的一个活动，我是负责摄影的，觉得很多东西学，好玩好刺激，很期待其他以后的活动，多谢。因为今天 C2 四仪义工团呢是对过往的一些四仪活动趣事的分享，那在趣事分享当中呢我也听到了一些很令人感触的地方。虽然以翁今天是负责摄影，但是肯定也对今天的活动有一些获得的经验，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吗？其实所有嘢都好新鲜嘅，因为我系好少对向外去工作啦，咁变咗经验真系唔多，希望大家多多包涵。因为我们都是 C2 四仪义工团的成员之一，今天能够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，我觉得作为 C2 成员之一的我呢是非常开心，我想以翁也是这样子的，谢谢。